千百年来，大肚山台地都是一片荒山砾石地，人烟稀少。根据考古资料说，约在4500年前，沙鹿已经有人烟活动。南势坑遗址是大甲业余考古研究者王洪博先生于1948年发现的，科博馆人类学组于2003年11月进行抢救发掘。